果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碰了我的大腿，这样碰了一下，然后我以为是我误会，结果我回头看云溪，云溪也被摸，你完全没有自觉，我完全没有反应，而且他每个人经过的人都这样子摸上大腿，这样就一只手握拳头。6点多吧，然后我们超级早就到了，大概6点就已经确认完了。而且我们昨天是明星赛，明星赛结束回到家大概已经快2点了，睡2个小时就出门了。那这次呢，要去日本的横滨工作，还没有去过横滨，期待这次的旅程喽。我们才会。风雨久远。天气突然变超好，这边好美哦！我觉得这里晚上拍照应该很美。对，它是晚上。我怕我太好看。刚讲话讲那么满，什么拉冰淇淋大赛哦？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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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！哎，名餐好了，他等下要去哦。因为名餐哦，已经吃到一半了。刚刚梦欣说压轴是最漂亮的吗？当然是最漂亮的。就是那个拉。这个好爽啊！这里不会拉。好像很丑哎，太丑了。一开始很漂亮，因为我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一开始就歪掉了，来，请看。你这像什么乱中有序？没有哎，不能碰他，真的超厉害。大家投票票选一下好不好？拜托，凭良心票选。早安呢，今天呢彩排舞蹈跟拍照，今天超级早的，8点集合。哎，你看水。说我们很水，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吗？是礼拜三吗？哦，是吗？今天是礼拜三吧？不是我们很水吗？唯一正在扫描他的三 D 图，等等就会到这边，到这边，好好笑，三 D 的脸。高尔夫球的体验呐、还有一些 3D 的影像，然后 AI 的那个游戏，我觉得就是很棒。然后又有吃的好玩的，那希望有机会大家可以再来这边逛逛喽。对啊。好坏哦。
拍的？难怪。哈哈哈！什么？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哦，好玩。哦，石头一。来了各位，收工。等下去横滨的车站血拼。要把我的亮片送给谁嘞？这里亮片，好亮片啊！我以为你丢鼻屎给我，这笔我没有挖鼻屎的习惯好吗？到了，想买的包包店，好看，好容易脏哦，可是很好看哦，可是我那很大耶，衣服好好看，包包、皮带、包包，哎，那个也好看。包包，还有一个衣服，这样子好开心啊！怎么办？对，像你都干，而且这边比较便宜。看看两个不会日文的人怎么点餐。嗨嗨嗨，不带空气。大家看，是 this yes。cheese。只会讲这个。好吃吗？有点像面包粉的味道。好吃啊，我觉得好吃。喜欢的只是爱情的。难听吗？很难听。哎，很难听。日本的游乐园到喽。进去，然后这个游乐园它开到九点，对不对？粉色的轨道，对啊，漂亮，很漂亮哎，第一次看到粉红色的轨道，期待。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它在玩呢。今天的乐园没开，然后好像只剩下摩天轮。但我们刚刚有请翻译的人员帮我们打电话来问，结果他说有开，他骗我们，怎么办？哎，辣包，哦，两块，哦，两块的，哇，两颗，哇，送给你，什么啊？请问一下，绿巨人，哦，绿巨人长这样哦，好可爱，完了，好烂的。没有没有，很轻啊，真的是没有手感，太轻，没有收完几次才能撞到那个重量点，很轻哎、欸。哎呦，差很多哎、欸。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我认真的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下来。哎，你确定？快一点，真的很难呢。不要来玩这个，好想玩这个，它会冲到水里。今天没有开。哎呦，祝你们好运！去吧，去吧。Hello！ 好可怕、哦，好可怕、哦！哈哈，你是要喝酒的是？会不舒服吗？突然转一转，有点。
为这个很 peace， 然后他就开始分开了。推荐大家来玩。玩完了，没有很恐怖，但是很压迫的感觉，还不错啦。第三天下班，今天呢要去横滨的球场，天气超好，好热闹。百个涉及的流量密码，快看人家闯了，门进来了。今天是阪神虎对上横滨，之前都是来表演，然后这一次算是第一次来球场看球，还蛮期待的。那希望等等球赛呢可以赢球。看他们商品部有什么？这边的配色蛮像富邦的，对啊，就蓝色系。他们的吉祥物超可爱的，买一个这个法箍，很可爱耶。陈怡要不要买？可以借我带吗？不可以。自己买。你的球衣。这排队人潮会不会太多了？这个结账完，大概球赛应该也要结束了。找不到棒球，但我刚刚看了一个很有质感的帽子，想要送给大家。如果这支 vlog 有顺利拍成功的话呢，就是签名送给大家。那喜欢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就有机会抽中帽子。好多人哎，满场哎，好吵哦！果然是日本的国球，因为真的超级多人的。啤酒妹，好可爱哦！啊！笨妈妈真的超辛苦的，她跑超远，之前有来过，然后跑超远，长腿快断掉了，跑到场已经累了。刚刚跳完依依才跟我说了很多饭粒，就是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的。迟到，好好笑。下班啦！今天要去哪里玩？下班！今天要带我们出去玩。
干什么东西？我们刚刚被偷摸了，因为刚刚经过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碰了我的大腿上碰了一下，然后我以为是我误会，结果我回头看云溪也被摸，你完全没有自觉，完全没有动作，而且他每个人经过人都这样子摸上大腿上的。一只手握拳头，一只手，傻眼，这样这种人。今天吃拉面，自助式点的拉面，觉得很清淡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的表示好可爱，怎么很像你 ？Thank you, you're middle. 拜拜，拜拜，好可爱。今天来吃超好吃的鲑鱼软饭，它鲑鱼超级大，500块等于台币111块，好吃吗？是的，好吃，好吃。很扎实，它会不揪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软真的很大颗，很大颗。台湾真的是很小，日本的这个饭很好吃。第五天收工喽，再见了，明年见。买爆它，全部带走。这软糖真的超级好吃，因为它没有很酸，然后它的 Q 度又跟别人不一样，它就是很嫩很嫩的糖果，然后味道很很好，所以我超爱吃的糖果。少货少货，这个奇珍限定的，来吃吃看。还有这个奇珍限定的水蜜桃软糖，也超好吃的。这个是151块，超好吃。以上都是我来日本的保障零食，推荐给大家。